是你们很多人很喜欢的 vlog， 我要带你们跟着我去参加一个日本甜点的招待会。那招待会是需要邀请函才可以进去的。然后我现在正准备要去出发，今天好像还会有一些可能艺人或是一些网络上有一点名气的人会去参加。然后因为我 rundown 还没有看的时候，我不晓得今天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对，那就带你们跟着我一起去看啦。暴雨天哪，刮疯了。我们现在在会场，然后后面超级无敌多人的，然后有一些小点心可以吃，但是今天现场有点混乱，我觉得。刚刚我们有吃，就觉得还蛮好吃的。这个是我的朋友，他叫 Mika。嗨 ，Hello， 我叫 Mika。非常多的记录，因为下午的时候下雨下太大了，我在走路的时候没办法伸着相机录影，真的非常抱歉，所以我只有录一些就是在试吃会里面的一些小片段，希望你们不要介意。然后今天吃那个下午茶结束以后，我就跟 Mika 一起去逛街吃饭，然后买东西。对，我又买了一些衣服了。我真的觉得购物是一件让人非常身心平衡的事啊，好开心哦。对，然后我现在很想睡觉，要准备回家。对，今天又买了一些衣服啊，裙，就是洋装啊，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可是就是我是在实体店面买的，不晓得就是我每次在实体店面买东西，你们会不会觉得买不到有点烦？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如果你不是在台北的朋友，对，那就是这个样子。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咯。对，虽然今天内容可能没有太丰富，但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力把我能拍的东西都拍出来。对，希望你们会喜欢咯。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咯，拜拜。